大家好，歡迎翻到嚟5:20嘅活在五點。咁如果電視機前面嘅你啦，係中意唱歌嘅話啦，今日嘅訪問環節就可以話係為你而設啦。因為啦，我哋今日請到上嚟嘅嘉賓咧，係一位歌唱老師嚟噶。首先介紹一下佢出場先。今日好高興請到譚炳傑聲藝軒中心嘅創辦人同埋歌唱老師譚老師上嚟噶。譚老師你好。好，小姐你好。首先啦，歡迎曬譚老師啦，抽空上到嚟活在五點同我哋傾下偈噶。咁其實咧，我知道啦，譚老師啦就係呢個聲藝軒中心嘅創辦人喎。咁其實好想問下譚老師，到底一開始點解你會有興趣搞一個中心噶啦？我聲藝軒咧已經成立咗咧2週年噶啦。咁啊，原來咧我就喺華資處任教嘅，教咗成10年。我發現咧有好多人咧就歡喜唱歌。咁啊，佢哋除咗唱歌之外咧，喺嘅歌唱班裏邊咧，可以識得好多好多嘅朋友。佢哋嘅生活圈子咧又開闊咗啦。咁啊，所以咧我見到咧未來嘅情景咧，一方面咧好多成年人咧公餘嘅時候咧，佢都會得唱歌，特別卡拉 OK。興起之後咧，好多好多人咧都歡喜唱歌，所以咧我諗咧，我搞個聲藝軒咧，可以吸引好多人能夠嚟呢個聲藝圈嚟學唱歌。咁聲藝軒咧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俾中意音樂或者中意學唱歌嘅朋友啦，可以聚首一堂啦，識下新朋友之餘啦，亦都可以啦，對於唱歌咧有所鑽研落去㗎。咁譚老師頭先都講到啦，其實啦你自己係一位非常之有經驗嘅歌唱老師嚟㗎。咁其實過去任教咗咁多年，你自己最難忘嘅事情有冇啦？有嗱，我喺香港咧已經教咗10幾年㗎啦。咁啊，喺1993年嗰陣時咧，我先移居到嚟多倫多。我喺香港教嘅時候咧，好難忘咧，就係話就有個70幾歲嘅老太太，佢後生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佢話咧，佢好歡喜音樂，但係咧冇機會，屋企嘅條件唔允許啦。今日年輕嘅時候咧，又顧住拍拖啦，後屘又要生細路啦，又顧住工作啦，冇時間完成佢嘅心願。今日佢依家年紀，雖然話70幾歲啫，就係話咧，佢仔女都大咗啦，出曬身啦。佢依家有時間，就話年輕時候個心願，依家年紀老咗咧都可以完成。今日佢話咧，打麻雀嘅話咧，一定咧就要4個人，少咗一個人都唔方便。佢話，尤其是咧打麻雀咧，有陣時咧會得產生拗叫啊，為咗少少嘅事咧又嘈啊。佢話唱歌。咁就冇依件事啦，一個人又可以，成班人又可以，所以咧佢就嚟跟我學唱歌，所以咧依件事咧使我真係好難忘。佢除咗學唱歌之外咧，仲跟我太太學彈鋼琴，非常之厲害，73歲先至學唱歌，仲要咧係咁有熱誠同埋興趣，非常之好喎。難怪啦，令到譚老師咁難忘啦。咁其實講翻聲藝軒啦，我知道啦，你哋已經創辦咗2週年啦。咁其實咧，聲藝軒係一個多元化嘅藝術中心嚟㗎。咁其實除咗唱歌班之外，仲提供啲乜嘢服務俾啲學員㗎咧？嗱，依個係一個多元化嘅一個場地嚟嘅。佢除咗喺度學唱歌之外咧，可以學健康跳舞啦，可以跳 ballroom 啦。可以學 line dance 啦，所以咧就又可以學瑜伽啦，亦都可以學氣功啦，亦都可以學國語啦，所以係一個多元化嘅場地嚟嘅。可以話係啦，多樣化嘅興趣班都聚集咗落去啦，聲藝軒一身度喎。咁其實咧，我知道呢個演藝中心啦，咁除咗係一個多元化嘅藝術中心之餘啦，場地更加係可以租用出去嘅喎。係啦，就係譬如講禮拜五啊。禮拜六啊、禮拜日咧，依個場地都可以租俾人哋咧，就可以開 party 啦。有啲咧嚟聲藝軒咧就開生日 party， 有啲咧嚟依度唱卡拉 OK， 咁啊有啲咧甚至咧有啲人咧就租我嘅場地咧就搞結婚，都得。非常之好喎，可以話係一個多用途嘅場地。咁其實啦，聲藝軒能夠容納幾多人啊？佢嘅面積咧大概1800幾尺。今日我哋試過咧，就大容納到咧120個人都得。今日最理想嘅話咧，70人啊、50-60人啊，嗰啲係最理想嘅。咁即係話咧，如果各位家庭觀眾有興趣，需要揾一個地方啦，舉行派對啊，或者各種嘅活動形式啦，都可以去到聲藝軒喎。係啦，非常之好。咁其實啦，我知道啦，為咗慶祝你哋成立2週年啦，你哋喺9月30號嘅時候咧，就舉辦咗一場音樂會喎。係啊，9月30號咧，我哋喺釣魚台國宴度。開咗一個比較大型嘅 party，
大約有500人左右，50位到啦，差唔多。好熱鬧喎！好熱鬧。咁啊，嗰啲同學咧，平時學到唱歌啦，可以喺台上咧發揮佢哋啦，就俾佢哋一個好鍛鍊實踐嘅機會。仲我知道啦，當晚更加請到一位特別嘉賓。係啊，得好榮幸嘅咧，請到香港著名嘅藝員啦，又係歌星嚟噶啦 ，Jo Julian 啦，佢咧嚟到我哋嘅晚會咧，就掀起咗高潮。今日大家咧都好高興見到一位著名嘅歌星、著名嘅藝員。咁其實好想問一下譚老師啦，咁嚟緊星藝軒嘅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咧？未來嘅發展方向咧，我希望咧能夠嗱，星藝軒啱啱成立2周年啦，今日咧就有好多人咧仲唔係話好了解啊，我咧就希望咧能夠發展更多嘅興趣班啊。今日容納更多嘅學員，另外咧未來咧我亦都想咧拎嗰啲同學咧，如果學唱歌又好，學跳舞又好，能夠去啲老人院度為啲老人院啊，嗰啲老人家啊服務啊，表演俾佢哋睇，就係咁嘅，有啲咁嘅想法，回歸於社會。明白曬，咁我又好想問一下譚老師啦。其實啦，星藝軒你哋嘅招收學員方面啦，有冇啲乜嘢規限或者準則？譬如係招收幾多歲或以上嘅人士嘅啦？冇嘅，我一般嚟講咧，我星藝軒咧都係一個成年人嘅一個活動中心嚟㗎。如果年輕人嚟嘅話咧，亦都好歡迎。特別咧有啲人咧就成年人咧，公餘嘅時候，譬如講落咗班啊，佢有興趣啊，學跳舞啊，學唱歌啊，都無人歡迎咯。年輕人歡迎啦，當然。咁聽你頭先咁講，曾經收過一位咧73歲嘅婆婆學唱歌，即係話其實長者都歡迎嘅喎。長者歡迎，依家喺嚟歌唱班嘅同學咧，都有70幾歲、80歲嗰啲人嘅。咁厲害啊！都有嘅。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啲長者咧，能夠咧揾出自己嘅興趣啦，然之後得閒參加下呢啲活動班啦，其實對身心都有益嘅喎。係啊，我其實咧，我今年都要70幾歲嘅啦。完全睇唔出啊，譚老師。我今年已經73歲啦。有啲同學咧話：老師啊，你唔好以為啊，你最老啊，其實我比你仲大啊。我都70幾歲啦，76歲噶啦，有啲咁講啊。唱歌咧係一種興趣，有益身心健康。其實咧，我都係一種興趣嚟嘅。見到啲學生進步咗咧，係好大嘅安慰。同埋係一個好有滿足感，係咪咧？好有滿足感。其實咧，睇到譚老師我就知道啦，學唱歌一定有一樣嘢對自己好，就係中氣十足啦。係。同埋咧，腦筋好清晰。明白曬。咁其實咧，我知道啦，星藝軒已經成立咗2周年啦，可能好多家庭觀眾啦，睇完呢今次嘅訪問之後咧，都好有興趣想參加你哋嘅興趣班喎。咁有啲乜嘢方法嘅咧？好歡迎嗱，有唔好以為咧就話唱歌唱得好先嚟學唱歌。其實咧，你唔識唱歌先嚟學唱歌先啱嘅。有啲同學咧，有啲學生嚟到咧，真係五音不全嘅。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我好有滿足感。從一個五音不全嘅學生，我教到佢能夠唱歌，係好大嘅挑戰嚟嘅。本身會得唱歌嘅人嚟跟我學唱歌，當然啦，會得提高一步啊。即係可以琢磨下佢哋嘅唱歌技巧啦。明白曬譚老師㗎。咁其實咧，好想問一下譚老師啦。如果各位家庭觀眾想參加你哋嚟緊嘅活動啊，或者你哋嘅派對啊，有冇啲乜嘢網站或者地方可以得到你哋嘅最新資訊咧？有你譬如講，你直接打個電話就得㗎啦。啊，今日416-728-4088。416-728-4088。明白曬啦，咁電話號碼啦，同埋網站啦，都已經喺熒光網上度出現咗噶啦。咁其實亦都想問一問譚老師啦，你哋嚟緊會唔會再舉辦啲乜嘢大型嘅活動，等啲學員可以再參加噶咧？嚟緊嘅咧就會得搞一個春節嘅聯歡 party。今日定依家初步定喺咧就喺2月11號。今日2月14號咧又係情人節喎。2月11號咧又係春節期間啦，今日咧我哋定喺2月11號喺太古金皇朝嗰度舉辦一個聯歡晚會，可以一次過慶祝曬兩個節日，兩個節日都加埋一齊噶啦，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係咪都可以參加嘅咧？可以，好非常歡迎。咁當晚你哋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表演活動可以透露少少咧？每個班咧，我依個歌唱班咧，一共有16個班。今日每個班咧就叫佢哋咧就排2個節目2首歌嘅時間，今日每個班咧佢哋會咧積極去準備噶啦。
今日咧，然後咧就有抽獎啦，有遊戲啦，仲有跳舞啦，所以一定係好熱鬧嘅。聽到都覺得精彩啊！咁其實你哋開始排練未咧？開始㗎啦，有啲同學已經喺度策劃、喺度籌備緊㗎啦。開始準備緊啦，咁咁早時間就開始準備，仲有距離二月啦，有成四個月，都可以想像到啦。當晚嘅節目咧，一定會係非常之精彩。係啊，亦都喺呢度啦，預祝譚老師喺春節晚會咧會有非常之大嘅成功啦。多謝曬，多謝曬譚老師。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會再五點再見。